红色号码布2021。选手挑战自己，跑完全程后，紧接着又参加一场爱心飨宴。此际骨髓干细胞中心把握机会，向路跑的民众宣导造血干细胞捐赠对血液疾病患者的重要，还精心设计有趣的小游戏，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响应。这个桌游都会发100万给大家玩嘛，然后其实很多人在没有花完这100万就遇到了四舍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即便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希望，扩充骨髓库的配对几率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也可以是那个代表希望的第六队，你的加入可以稀释遇到死神的几率。这个活动玩的这个都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个骨髓干细胞的部分。再出去。现场可以看见许多年轻志工的身影，他们也要为血液疾病患者尽心力，可以付出这个自己的能力，然后一起招募到更多，让那些血液疾病的人可以更多的机会。即使天候不佳，救人的使命依然继续，多一人响应就多一分希望。但新闻真善美志工范吕昭花莲报道。